我是主持人燕子，家住吉林市永吉县的杨桂燕杨大姐呀，今年52岁。杨大姐呢，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呢是一名月嫂培训师。自己开的培训班里啊，有200多名月嫂呢。杨大姐说了，要是说到给月嫂讲课呀，那她是谁都不服；但是说起谈恋爱呢，就不怎么擅长了。这不嘛，丈夫15年前意外去世之后，杨大姐一个人带着儿子，一直就没有再找。现在呢，儿子成家立业了，杨大姐才考虑起自己的幸福，希望能找个伴儿，白头偕老。这开门了。是杨大姐家吗？Hello，你好，你好，我是洪家掌柜。哎，你好，这么多人呢。杨桂燕52周岁，月嫂培训师，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实验高中家属楼居住，住房面积80平米。这是在做什么培训吗？我们就是做月嫂。月嫂。母婴护理呢？母婴护理培训吗？对对对。啊。面部抚触是这样做的，用指腹，然后小嘴巴是这样做，都保证用指腹去做。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说抚触儿歌。宽宽的额头，斜纹大，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小脸蛋胖嘟嘟，宝宝爱笑不爱哭。这都是咱们服务过的宝贝吗？对，我是从月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们做这个做几年了？就做培训？14到现在。等培训结束，杨大姐才跟红娘详细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我们家是这样的，三室，我这屋住着一小姑娘，高三的。你把她租出去了？租出去，她跟我做个伴儿。我们这屋不是那什么离学校近吗？高三，然后那屋就是原来有培训学员也可以来住，有远道的可以在这住着去，根据学员的时间，她就是着急就一对一，也不多时间。我是从月嫂走过来的，你在很多书本上的东西没有的，就是可能那些工资更对，都交的丰富。对，你那证书吧，在哪儿都可以拿到，但是你在我这能学到书本上没有的实际的分享。对，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杨大姐年轻能干，只要有能赚钱的机会，她都会尽力的把握。杨大姐说，这么多年她能把儿子拉扯大，都是靠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赚钱早已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是从88年高中毕业，然后就进入小学当民办教师，干到99年，然后我们这些不允许转正了，就是国家政策没有生源了嘛，就把我们裁下来了。然后当时我就下海了，卖服装了。那会儿农村嘛，也是有集，一集的话就那衣服都卖没了。然后你第一天还去黑水路，长春黑水路上货，然后1-2千也上一次货，回来再接着卖。反正觉得挣不了太多的钱，觉得有事干就是挺有意思的。杨大姐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从1990年结婚后，丈夫就一直做着开大车跑长途拉货的工作。杨大姐也从民办教师转行卖了服装，经济条件一直挺好，三口之家的小日子啊过得很知足。他们家拿女人非当回事，而且都正经过日子人。比如说下班的时候，我说刷刷碗吧，我家老公说来我刷，我说他说他刷。然后就是活啥我就很少很少干。杨大姐说啊，她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情就是找了一个好丈夫。他是一个啥呢？很顾家的一个人，就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好，没有一个人说他一个不字的。就比如说他哪方面好呢？就比如说我卖服装，他有时候偶尔没活了，我一回家了，饭做好了，然后高高兴兴的。或者说我有的时候那会儿有的时候洗衣服，他也给你洗老多衣服了，然后我回家一看到就挺开心。确实是我们之间真的很恩爱，真的很恩爱。杨大姐的丈夫在外人缘好，在家更是个称职的老公。虽然因为工作性质不能每天陪在杨大姐身边，但却时常会给杨大姐带来不经意的温暖和小浪漫。有一次他出车回来了，然后我说坐他车回家。他说他就从车上卸下一个大木头箱子，90年那会儿一般都骑自行车嘛，农村。卸了一个大那个木头箱，说打开之后擦擦吧，这啥呀？给你买的什么呀？他打开是一个踏板摩托，然后那会儿真挺开心的。他之前也不跟我说，然后看到这个摩托就觉得挺好，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摩托。然后对那时候骑摩托车的人不多，都骑自行车，99年那会儿嘛，上班都骑自行车嘛。然后骑小踏板觉得也挺好玩的，挺喜欢的。
日子本就这样平静地过着，很快杨大姐的儿子要面临中考，杨大姐的丈夫决定结束常年这聚少离多的工作状态，想重新找份活，好多能陪陪妻子和孩子。打算2006年过来陪读，他说我也歇歇，我也要歇歇，他说我找一个能回家早点的活，然后陪你回家。就在杨大姐满心期待着一家三口的团圆日子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他是给别人开车，别人开车是俩司机拉鱼，那个司机很胖，他开，我老公在后边睡觉，这么出的事儿。啊，开车还不是你老公？对，不是他开，那个司机他应该是没有开过那么长途，他们俩都没了一对儿。有时候想想，虽然他那个没有办我到最后哈、啊，但是他在我心里边，真的，永远也不会默契。丈夫的意外离世让杨大姐久久无法接受，她白天哭，晚上哭，连梦里都在哭。刚开始她没的时候就是哭，能哭醒啊。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还就是梦着他活着回来了，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打他，我说你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哭醒了知道啊，他没了。我儿上高中高三那会儿，我说回家看我妈，他们麦子完场，一上课时候我就眼泪止不住，寻思这有他在的话，我就可以，我俩一起回去哈。还有那个特别到万昌那个大车市场，一看那些车，或者看那些他哥们也是哈，看他那些小哥们也是就是心酸。家庭的变故对杨大姐打击很大，但每当她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还有儿子，生活还是要继续，她便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坚强。儿子考上高中后，她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靠每天给学生洗衣服维持生计。就 T 恤牛仔裤都1块钱一件，洗得便宜，也挺挣钱，一天70-80块钱。你看，15-16年前不也挺好吗？一天能洗多少件？最多的一天。那要放假什么老多件了，100多件，还有鞋呢。那你能洗得过来吗？我从早上我儿上学就开始洗呀、啊，一直到中午抽空洗手给我儿子做饭，或者上超市买东西都得抓空来，然后就是赶紧回来。学生说不定啥时候来敲门了，就来取衣服送衣服，很累，真的。有的时候能最多能从早上我儿上学开始洗，能洗到早上晚上8-9点钟，给我洗的后来这手尖全变。就是破皮了。没有丈夫的日子里，要强的杨大姐一直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儿子创造优越一点的生活条件，以来弥补那份缺失的父爱。我儿子上学那会儿穿戴啥的都不错，我当时就想，儿子没有爸了，不让他想比别人低一等咋地的，我就这样想。我儿子其实他什么都不跟我要，但是我什么就尽量给他最好的。我记得那会上学生上大学那第一年是2010年，那就是买2000多块钱手机。然后他二叔是这学校老师，他二婶说我大嫂你真能惯孩子，说他二叔都没使那么贵的手机。我说他这孩子也不乱花钱，就是喜欢手机呗，买个2000多块钱的手机。等儿子考上了大学，杨大姐才一步步从月嫂做到了月嫂培训师。当初学月嫂的初衷就是想多赚点钱。我在吉林某一个家政吧，他让我去向下乡宣传，完了我就下乡宣传，很容易就那时是好像记得是30个人招上30个人，完了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个，我可以自己做，然后就你为啥有这个优势走向培训？因为我觉得我站过那么多年讲台呀，我肯定讲这课没问题，因为我也听过家长老师讲课，我觉得那会儿我听课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应该不比他差啊，然后我就从事这行挺好。觉得你现在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这个团队200人应该有差不多吧。攒了200多个月嫂，200左右吧。那现在咱一个月就收入大概平均不稳定，3000左右吧，最好的18000也有。如今儿子已在上海结婚定居，杨大姐的培训团队也初具规模，一切都走向了正轨。年过50的她呀，也想找个伴儿了。条件好点是第一，人也好，人也得好，也最好是儿女都成家的，别儿女都支持的，对，是不是？对，就是最好也是过二人世界，我家儿子不会给我添任何乱。杨大姐就想找个经济条件不错又没有任何负担的老伴儿，红娘就想到了家住吉林市的王立军，王大哥，他会是杨大姐要找的那个人吗？王大哥，哎，你家几单元呀？
到了到了，我进那里头来了。中间门啊，这儿呢。啊，你好你好。王大哥。哎，你好。王立军60周岁，吉林市化纤集团退休，退休金4000元，住房面积54平米。你咋这么显个呢？我呀，你可能是上午是立着，就是感觉你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你与我平时锻炼有关。你锻炼？哎，跳个广场舞了，跳个那什么那摩登舞啥的。摩登舞是啥舞啊？就是属于国标型的啊，国标舞。对，国标舞，摩登舞就是国标里的其中一种，有拉丁，有摩登。啊，哎，啊，对，对你就是像那种跳拉丁那种，就贼有范儿的那种感觉。对啊，啊，你我看你后边啊，我看你后边这些，这都是你跳舞的奖状还是什么呀？就这个金杯啊？对，对，这都是我跳舞获过奖的。哎呀，跳舞，哎呀，这第一名啊，这获过奖，这得过我看啊。辽阳市第12届体育舞蹈锦标赛第一名，这第6届，这几等奖？这个是2017年的。这个好像也是冠军嘛，冠军。这个是冠军，这个是二等奖。他是专业的了，你是业余？也不专业余，业余不专业，不专业，是业余，就是一个业余爱好，锻炼身体。我那有工作，业余时间有时间，哪块有比赛就有时间就去。咱还有正常的工作。对啊，咱在哪儿工作？吉林化纤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咱做什么？做那个水处理了。干了多少年了？我搁那38年，退休单位返聘，始终就退休的，还搁那干。那肯定是业务上过硬啊。可能是领导认为说我这个岗位需要呗，需要我呗。王大哥说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无论对待工作还是跳舞，只要做他就要做到最好。而当初能与跳舞结缘，也正是因为他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2000年我开始介入这个舞蹈，那时候就是我有个朋友开个舞厅，开个舞厅完了就上那儿去玩去，也不会跳，一想就踩人脚啊！完了人家就相当笨，人还不愿意跟你跳，就躲咱们横的。我这人就要强，啥事儿要强，好钻牛角尖儿。看人家玩的好，自己就想追求一个完美，啥事儿都是那样事儿啊。所以说，就以后就开始学跳舞。从那以后，王大哥开始沉迷于跳舞，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他几乎都用在了跳舞上，不仅自己不断练习，还要花钱请老师教。他专有那个专业老师讲课办班就可以交学费吧，就学呗。你花钱学吗？花钱呢，那学舞能不花钱吗？花钱学啊。花钱240，一个月才240。那老师花钱学的，得有10多年吗？随着舞技越来越进步，王大哥又开始报名挑战各种国标舞比赛。吉林市体育舞蹈协会，他年年搞比赛，花个报名费你就可以参加。大概多少钱？一般的就是报名费，一般一个人就是在300块钱左右吧。一次能走多长时间？都去哪儿？哈尔滨啦、长春啦，都是周边的，东三省。齐齐哈尔、辽阳，啊，哎，延吉，辽阳那个不就是第一名吗？对，延吉啥的哪都去，反正就东三省那之内。那去一次得几天呀？也就2-3天呢。王大哥在国标舞上收获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但也让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开始变得矛盾重重。要跳舞有舞伴，有时就玩了，回来晚了不回家了，妻子啥的就不理解你，肯定不高兴，就不想跟你过。不高兴，那不高兴，那就不能过就不过了呗。就因为跳舞，王大哥和媳妇儿开始争吵不断。2002年，无法容忍的媳妇儿让他必须在家庭和跳舞中做一个取舍。最终，固执的王大哥选择了跳舞。那你就为了跳舞，你就把这个家庭放弃了，你觉得值得吗？当时？那时候也是赶上干啥，话赶话，事赶事就赶到那儿了。我这人就还挺倔。挺犟，确实我的责任，俺们就是要讲说，走到今天说那个，俺们之间分开了，离婚了，哎，那是我的很多毛病，那确实原因在我。后悔是肯定后悔，但后悔也没用，只能自己往肚里咽。离婚后的王大哥依然执着于跳舞，
即使到现在他的舞技在吉林市早已小有名气了，但他依然坚持每天练习基本功，而且啊还在报班学习，一周四堂课，大多数都是自己在跳，自己搭手学，自己练，练舞步了，练步法了，练基本功了，哎，都是自己。在处理和舞伴关系问题上，王大哥也一直在尽量避免给舞伴的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影响。经常在一起探讨，经常在一起说，不能说因为舞把这个家呢跳散了。因为啥呢？我在这方面走过来的，经历过，不想让再搭舞伴看到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地把家干啥了，我不喜欢那个事儿。现在王大哥的生活状态就是工作和跳舞，虽然充实，但也确实体会到了一个人生活的无奈。你一个人的生活，你再累，你再苦，再干啥，你回到家，你想吃，你得自己做；想洗，你得自己洗。你要有妻子呢，最起码她在家，她能给你做一壶现成的。像我上班有时候一想迟到，要晚上玩的时间长了，早上起不来。哎，起来有时就迟到了，赶紧上班了。要如果要身边有妻子，他呢能督促你一下，到点儿了能叫你一声或者怎么地哈。王大哥说，他这辈子啊是跳不够了，但没有老伴的日子啊的确也不好过，也该考虑找个伴了。对于找老伴的标准，首要条件就是对方不能反对他跳舞，最好啊能和他一起跳。找个喜欢舞蹈的、热爱生活的，最好想找一个能跟我一起出去玩的，哎，哪怕他不会，他不会，我可以教；不好，我可以带。红娘把王大哥的基本情况跟杨大姐说了一下，杨大姐觉得王大哥很符合她的要求，同意见面了解一下，不知道他们的碰面能否产生期待的火花呢？给你正式介绍一下，杨桂燕，杨大姐。你好，王大姐。你好。握手。我想洗个手去，我想洗个手，好热。个头啊，胖瘦啊，都行。配阳嘛，现在肯定啥说没有。我觉得还行，形象也可以，挺时尚那种的。初次见面，双方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一坐下来，干脆的杨大姐就先主动表明了自己的为人和择偶态度。我就是一个，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我就是很多女人身上没有的，我身上有。我会很专一，不会乱糟糟，这点你放心。就我的手机，你都可以随便看。就是想找一个跟我一心一意，就像原配夫妻，然后过得让大家都羡慕的那种。对，我也是，都这把年龄段的，你要是没有这个诚意，那你就这不能迈开这一步。要说是那个，你要说这个，既然你迈开这一步了，你搁外头绝对不能说这边跟你过日，那边扯三挂俩，那是不可能的。那你的日子没法过，对，那就过不了，你就还那肯定会不开心。你那时候掖着藏着，那会肯定不开心，迟早会漏的。对，没有这事儿，你噎也噎不了。我想，我就这样想。杨大姐的这番话得到了王大哥的高度认可，让这次相亲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么甜呢？这放糖了？我放点冰糖。啊，没放糖。那有一杯里头没有，没事，没事，放点冰糖，我没事，我吃了糖也没事。身体不没？没有，没事。没什么干啥吗？没事，大哥身体好不好啊？啥毛病没有？瞅挺健壮哈。王大哥能保持好身材，当然都归功于多年对跳舞的坚持。听杨大姐这么一夸呀，王大哥就想着赶紧把自己爱跳舞这事儿跟杨大姐说一下，看看她是否介意。我喜欢舞蹈，跳的摩登啊，不懂啊，就说国标，国标里的意思。我没有理由啊，在电视里看过，但不会跳，不会跳也行，只要对这方面不反感，对爱好也挺好的。能跳舞的人，我就是这样人，我一定会心胸很开阔。我喜欢这样的人。跳舞在杨大姐看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其实她最介意的问题是王大哥的婚姻问题。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离婚的原因。就是缘分到头了呗，缘分尽了呗。有时候看离婚了以后，人家找完了，组建各自的家庭，我看过得有这个也很幸福，这玩意在人。对，但是关键在人。我是觉得就是介意离婚的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害怕和前妻在藕断丝连了，这种都有那个顾虑。对。大家如果这方面没有这个顾虑，就跟大姐说一下，打消一下她心里的这个。啊，我这方面那个是100%，这个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啥呢？
俺们离婚得有快20年了。哦。2002年离的婚，这么多年时候始终就没做过一桌吃过饭。完了那个，他那个组建家庭以后，他住在金陵市呢，还得比较偏远，就金陵市所说的政务大厅那一带，在那块住。往我家在这边，所以说那边还不准去。王大哥明确表示了跟前妻不会再有藕断丝连的可能，杨大姐终于放了心，离异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两人的相亲啊是越来越有希望。但接下来轮到杨大姐坦诚自己在找老伴的期望时，王大哥却开始有了顾虑，这会成为他们相亲的阻碍吗？广告回来咱们接着看。要是在事业上能帮帮我是最好了，帮我招招生啊，帮我张罗张罗，所以我这些年始终没干起来。你看我家你去了吧，就是小打小闹。现在我的培训在就是维持生活，就是攒不下太多的钱。有的时候我想出去做点月嫂，就是想把那钱攒起来。就这个想法。他说了，让我去帮你找那个给你招生员啥，我不能干那事儿。我一直不让他干，我也不能干那事儿。我这人不愿张罗，我还不愿求人。你要帮忙，你帮出力行，我能出大力。你就要帮招生员啥的，或者张罗这些买卖啥的，我对这本身业务能一窍不通，不懂。再说我这人嘴可以这么讲，见着生人那都不会说话。像我这把年龄段，我就不想那么累了。就是，哎，夫妻之间出去玩玩去，或者锻炼锻炼身体。不能把那精力全用在那个创业上。那你就我去找老伴儿就在一起共同生活，有个共同的爱好，一起干啥干啥。那你就媳妇成天提大早看不着，晚上后面不到干啥时候回不回来。其实我也是生活所迫，我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我就是农村户口，有点地，然后什么劳保社保什么都没有。杨大姐原本的意思是，她之所以想找个能在事业上帮帮她的老伴儿，也是因为目前自己根本没有条件享受天伦之乐。如果老伴儿条件好一点，那她自然也就不需要再这么拼了。但当王大哥听到杨大姐说自己没有医保时，她的态度彻底发生了变化。这个是一个大事儿，我找，我不要求说指望说女人怎么怎么地，但来讲她必须得有个。对，人家跟你过日子了，你啥都得管，咱卖房卖地咱也得管，对不对？但是你是觉得怕到时候你没有保险保障的话，你也没有这个实力管的。对呀、你像我这个一个工薪阶层，也是离婚以后净身出户，完了自己这几年呢新买了一个房，又买了个车，这都是自己后买的，我都自己后买的，也很不错。一个工薪阶层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你说也省省没啥积蓄，也没啥太多的积蓄。咱们既然你给这个媳妇娶到家了，你就得为人负责任。负责任呢，咱说心里话，他没有工作的行，我一个月就这挣这些钱，你要不嫌弃，这些钱就够咱俩生活了。但是来讲呢，就是真正说的这玩意人，这玩意吃物，咱俩谁不敢保，说谁没有天灾病业。真要有个天灾病业，这个问题就很难办了。你的意思是，假如说大姐有双保，即使她没有工作也没问题，这样对生命比较对呀、是不是、对呀、最起码有个有点保障，咱们就有啥说啥。就是姑娘呢，也不希望我找一个那事的，我也不想找一个就是哎呀。医保问题是王大哥的原则性问题，没有医保王大哥是肯定不能接受的。杨大姐也领会了王大哥的意思，本以为这次相亲要结束了，没想到啊，摄像大哥的一句话让场面发生了意外的转折。大姐没有什么农村合作医疗什么的，应该有吧？农村合作医疗有，对呀、那是比那就行，那就有医保。我们那个有，那个其实也要是住院大病也报很多，那就报对，但是那个住院那咋能叫没有保险呢？那你就有啊？忘了，有。那有，哎呀，那有，那一年交260-260几的那个钱，之前100，去年是搁手机交吗？要我还得回家交吗？对，手机直接可以支付了290。合作医疗报销比例也不少，对，我知道，那也不少。我知道。那你得记着，这是大，这就是有保险。对，这得有医保。对，那也。而且大姐现在人家自己还挣钱，这回你放心了吗？这个保险这方面是不是放心了？
原来在杨大姐心里，只有正式职工退休所享受的保险才是正规保险，而对于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她压根儿就没把它当回事儿。这回确定杨大姐是有医保的人，王大哥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眼看着一桩好事将近啊，谁成想接下来杨大姐说的话让刚刚缓和的气氛再次变得尴尬起来。他们最终能走到一起吗？广告回来咱接着看。我觉得我要是跟大哥在一起的话，就是应该我不会要房要车什么都不要，但说你要是我们真正觉得在一起的时候，你得有点诚意就这个。对对对对，有点诚意，每个月给我存点，对，得存点，因为他毕竟比我大，这还得2000以上，因为你他的工资也完全可以承受，他要认可我这个人的话。我不接受这种生活，要找媳妇儿找过日子呢，这个家咱们就过这个家，花多钱剩多钱怎么支配你说了算，这个承诺我不能给。既然找女人了，把你娶到家了，咱们在一起生活了，我把这我的工资，把我的工资，我退休的这些钱我交给你打理，你哪怕你成天让饿不着，你一个月花，咱比如说一个月花1000，你剩3000剩几千，你愿怎么花怎么花，你跟你儿子我都不反对，我选择你那我就是最大的诚意。工资额外的钱我有，我肯定不会给别的女人花，我肯定花在这个家里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家里都有谁？对呀、啊，不就你俩？啥意思？他说，我想找一个跟我一条心的，我的全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但是呢，如果你让我把我所有的东西拿出一半，非得以这种形式给你，他心里就觉得你是跟他藏心眼儿。我这事我能理解，我能理解。行，那你其实要找一个对心思的人不容易。也许以后我俩就是谈得非常好，那他就不要了。他什么都给我了，那我不用我那什么。最终杨大姐还是觉得遇到合适的人不容易，愿意先相处看看，不再谈钱了。对，咱们就都表个态吧，就是继续可以继续先了解了解哈。行，我没意见。嗯，行，我也没意见。既然来了，咱们那个领你上江边去。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it doused,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d.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你看看啊，因为跳舞，王大哥曾经失去了一段婚姻，可如今呢，也正是因为跳舞，他吸引了欣赏他、支持他的杨大姐，这不就是缘分吗？所以啊，我们总说，只要是你自己不放弃，总会有一个适合你的人在等着你的。也相信王大哥会吸取过去的教训，坚持自己爱好的同时呢，也能把两个人的感情维护好了。就像咱们这期节目的标题一样，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跳到老。那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原来不晚，明天再见。